Hello， 榴莲盲盒，这是个八斤的大榴莲。其实我买这又是特价的，他收不收都不知道。他说让我催收一下子，但我实在忍不住了。哎呀，看一下啊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。看这个大不大？其实我就相中这个果形了。喂，真不太熟，可能。这有点烂呢，有点烂，但大是很大。这是一房，来、哎、翻车的感觉。两房，哎呀，看一下啊，对，这是三房，不往下拿了。哎，哎呀妈呀，好疼啊！这个吧，四房，好疼。应该是五房，但这个太不好背了。开个稀巴烂，这个太失败了。其实肉真挺多的，但是吧，它是真有点不熟，但我是真忍不住想吃。看，这是特价多少钱的？这是160块钱的。这肉是真挺多，我尝尝吧，不太熟，不熟怎么办？也甜，但就是有点硬。这肉是真挺多的，嗯，能吃。拜拜。